来现在示范那个 vivo V7 Plus 的脸部辨识，拿起来让萤幕唤醒，看一下，然后它就解锁了。来，再一次哦，拿起来自己唤醒，看到我的脸，那就自己解锁，非常快，我甚至连等待时间都没有。那再来试看看指纹辨识，好，摸一下就自己感应，会自己解锁。再一次哦，摸一下，好，就自动解锁了，同样速度非常快。